我习惯了，对我而言，节假日和平常的日子没什么差别。我放假，你明天是有什么事情吗？不要以后了，我们今天去吃。从现在开始到明天九点以前，我都可以陪在你身边。你们平时跨年都干什么呀？来得及。我说这些都来得及，我们可以把这些都做一遍。这些你都